今天呢，我们来分享这一首许巍的经典代表作《故乡》，学琴的同学必学的一首歌啊。这首歌呢，我们所有的和弦都已经标在了屏幕的上面，采用 G 大调、E 小调指法，变得夹夹的二变得比较符合我的嗓音。不会用拨片的同学呢，可以用手指来弹响这首歌的前奏部分。当我们弹六弦、五弦、四弦的时候，尽量用拇指，因为拇指的感觉最饱满，弹出的感觉最厚重。对，这首歌右手的节奏型呢，可以采用这种分解的方式啊，一共是四拍，第一拍是下上下上，第二拍是前半后十六下下上，第三拍是空上下上，只有一个空的动作，第四拍是下上下上，好，连在一起就是下上。对，我们可以在最后一拍的时候加上一个32分音符加花的感觉，可以改成这个样子啊，下上大大大，对，大大大大大，大大大大大，连在一起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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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种感觉，带着好听前奏呢，完整的示范一下这首歌。如果你们也喜欢这一本每一首歌呢都带好听前奏吉他谱的同学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精简谱集，里面有上百首的经典老歌。